2012年，台湾女子花式撞球公开赛。 不知道您好，欢迎各位持续跟着玩电视网，一同在桃园南崁台茂沟中心欣赏2012年安利益智园杯世界女子花式撞球公开赛。在赛程的第一天，主桌持续有小组的赛程要进行。我是高明贤，在我身旁是名球评张明雄先生，跟我们一同欣赏待会马上要展开的精彩比赛。球评你好，明贤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待会要进行的比赛持续是G组的小组较量，马上就要来介绍的是两位参赛选手。 Now let me introduce the coming up match. But first, come from Korea. 首先要介绍的是这场比赛对战组合。首先是来自韩国的选手，2011 Beijing Open Champion， 2011年北京公开赛冠军。让我们欢迎 Let's welcome Cha Yu Lam. 秋兰是2010年安利杯的冠军，同时在2011年也收获了北京公开赛冠军。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另外一位选手。 And then let me introduce, come from Thailand, 2011 Thailand national team player, 2011年泰国的撞球国家队代表. Let's welcome Dusita Achuchachai. 来自泰国的 Dusita 是第一次来参加安利益智园杯，也希望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有很好的收获。介绍完两位选手之后，马上要进行比球，决定这场比赛率先冲球的资格。 两位都是属于美女级的啊，这个毋庸置疑，从画面上就看得出来。人家说画面会说话啊，不过我们来说一下，不知道两位看起来都是貌美的女撞高手啊，但其实就年纪上啊，可能就差了有一小段。待会我们在比赛当中可以好好的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嗯，看起来年龄应该画面上看起来差没多少。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就跟着我们一块欣赏这场精彩的比赛，我们再告诉大家了。好，比球的结果是由 Dusita 取得这场比赛率先冲球的资格。那Dusita他的这个应该讲说小名叫做 Gibi， 他希望我们私底下如果说他们因为泰国名字有时候不好念或老舌的话，尤其他们姓很长，那他说你就喊他 Gibi， Gibi。 那他是第一次，当然是第一次来台湾参加比赛。他是第一次来台湾，也是第一次参加安利杯。那他会来参加，其实后面有一段蛮有趣的故事。开球首先是有球进啊，好，冲球进了七号球，连接球看起来好像左下方两个地带都不好打。那是不是要做防守还是怎么样？ 他这个球要做防守，他母球要往下推，希望利用。哎呦，那干脆早知道如此的话，就选择大力一点，要球会进哦，再多走两圈，没机会了。那杜西塔他真正接触撞球大概一年都不到两年哦。那在泰国大家都知道，泰国的斯诺克是比较强，所以他学球的时候真真认真学球都是在打斯诺克。其实他很喜欢打撞球，很。 打撞球有赢好几年了，但是他撞球不是说玩票，他就算要认真打，他没有时间。因为在工作的关系，工作他工作量很大，因为他其实算是跨界的撞球高手，他其实在泰国是相当出名的演艺巨星哦，可以用巨星来形容。他个人声望最巅峰大概是在30年前，他那时候在泰国他的那个拍电影量跟拍电视剧量哦，已经是超过他的负荷了。 那所以他最近这几年他就比较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对身体也是有点负荷，所以他就变成把重心变成慢慢的转移在这个调整一下脚步，对，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出片呢，还是维持每年都有好几部电影电视剧，所以他一来的时候很多。
我们在这台湾呢、哦，为我们台湾经济奋斗的劳工界的泰国朋友哦，嗯、看到他们很惊讶、嗯，每个人都在。刚刚可能我们一些画面，当然是没有，比较没有办法拍到了，大家都为了他签名留念拍照，大家很惊讶说你怎么来这里啊？好，不过刚刚自己的一号球没有处理好，反而是给车游兰机会，上场之后也顺利进攻，目前要来到四号球，不过四号球要单独进攻，现在八号球稍微挡住了。看一下是要处理组合球还是有其他的处理方式，还是要四八碰吗？好，选择四八碰，而且四号球维持在可以进攻的位置。对，因为它力量控制得当，所以这个四号球啊，自然角度一颗星还可以继续呛死。那这个球你身材上有点问题，不然的话你要如果说要延长期加上来。不过他今天有一场比赛延长期在使用的时候，在一些杆法上的处理并不是很理想。哎呦，这个延长器怎么？应该是那个尺寸有问题，他在做一个，而且他这样接起来不是很顺哎、欸哦，整个套筒感觉上面还多了一圈。对，这就稍微解释他在前一场同样主落的比赛碰上伊朗的伊拉迪啊，其实当时就有一个哦延长器之后的出杆反而哦，这个杆法没有那么犀利。嗯哼，那所以他这个应该我觉得那个那不会哈啦哈、哦，那个就要换了啊。哦，因为买一个延长器大概在1000块、1000多哦，2000块以内的台币了啊、哦，所以我觉得要换一个好一点的，而且延长器现在做的都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用啊、哦。而且男人来台湾，台湾不只是撞球选手厉害，撞球设备也很厉害。对，台湾是真的是器材，撞球相关器材，全世界啊、哦嗯，这个赢就是说全世界的销售额是已经是20-30年。世界排名第一了，哎，好，这边常常胜九号球第一局的比赛，车游兰应该要到手了。九号球，End of break。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由于杜西塔在一号球的防守出现失误的状况，也给了车游兰机会接手青光台面，目前1-0，车游兰先取得赢。国家电视网为各位送上的是春天最美丽的战争啊！2012安利智妹仙女化妆撞球公开赛，在主桌手进行的比赛是车游兰跟泰国的杜西塔的交手。刚刚这画面应该就不负哦，安利智妹这个最美丽战争的盛名了啊！那其实刚刚我们有介绍到杜西塔的一个背景，那大家再简单回顾，他们两位选手在比赛0-0的时候，是不是有放一些片头有没有？你看那杜西塔他摆那7-8个 pose 就很专业哦，就绝对是比我们的撞球明星来的专业嘛，因为他的本行啊，他的本行，对，这是合理的啦啊、哦。好，这一局车游兰这场比赛第一次冲球有球进。车游兰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开球方面已经拿到非常好的一个诀窍跟力道的掌握哦，这一次开球也是。当然也多多少少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但是你基本上你掌控的好的话，你的运气成分就会比较降低了啊、嗯哦。我们看他猛球控制很好，一号球是一个这样子，这组球待会的六号球，我故意做一点潜水打三号球右下角底带。嗯哼，那这个球二分法的话，猛球可以往上走。那六号球，如果说你现在要去带开6-9是比较危险，为什么？你就不好掌控。待会母球会不会受6-9影响？4号球变得不好打。嗯，所以现在我认为是不要带开6-9，因为6号球可能待会有机会单独可以进。3号球底带，对，这个球不要带开啊，直接往上走一颗星，做4号球左边中带。那5号球做6号球，如果位置好可以进攻啊，位置稍微不理想的话，至少还可以做一个吊球、嗯、啊。而且我相信车游兰在打之前应该哦，也知道这个杜西塔的实力应该不是说那么强、嗯、哦，所以他在心态上可能会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好，4-5要做同带。好，看一下如果母球有定杆效果的时候，6号球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得进？5号球，
对，有点定杆的味道哈、哦。虽然不是定杆，但是就在定杆的那条线上啊、哦，那个区间，那个区间、哦、对。好，六号球应该是可以进攻了，所以秋兰已经在看七号球的位置。嗯、这个球应该是打进的话，母球两个方式，基本上不要碰到九号了、嗯哦，就怕他碰到九号。这个球看可不可以非常，因为这种球在这边出来可能会撞到九号，看能不能直接这样过来这里。或者甚至于这个球还可以下非常柔的左右塞啊、哦，最主要这个球取决于这九号的问题、嗯，不然的话你就打定杆，母球停在六号球附近，六号球灌出去形成一个吊球。花了比较多时间啊，也已经用了延长了。嗯哼，因为这个球刚好是九号球，我们一再强调九号球的关系啊。嗯真的就走等于第二条路了，刚刚球评所画的第二条路线，也不会被九号球影响。不过相对来讲，七号球就需要一点基本功，要好好发挥一下。嗯哼。还要进攻，左上角地带。七号球哇，空心哦，空心路带，好球撞到九号，这不影响了啦哈、嗯哦，应该有机会。这场比赛邱兰的第一次 clean table 要出现，这笔只能在这边先观望一下啦，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不过虽然他不是撞球界的一个所谓的高手啊、嗯，但是你看他也是非常沉稳，毕竟是拍过超过100部的戏的一个。明星啊、哦嗯，所以这种场面小 case 了。八号球空心之后，九号球做右上角底带。周兰很稳当的准备要拿下个人第二局。九号球顺利收下。在第二局的比赛，邱兰冲球之后又是漂亮的 clean table 拿下个人第二局，目前比数来到了2-0了。啊，杜西大要希望在后半段的比赛还有上场出杆的机会。那邱兰，你会发现这几年下来，他做的最好的是除了球技的精进以外，他其实不管打什么球，他的节奏都控制得相当理想。哦、不管是先看球位、看球形，再来判断啊、哦、整个击球点，他不会因为现场的压力让他可能脚步变得更缓慢，或是击球变得更急速，不会。啊、哦，这也是另外一个要能够有很好、很稳定成绩蛮重要的一个必要的原因了。对，因为我们常讲啊，这个你比赛的节奏就好，就像你在练球一样。当你练球跟比赛啊、哦，不管是节奏或者心态，或者那种习惯是一样的话。哎，你的比赛成绩自然就会升上来了。嗯，你不能说我练球是一个味道，比赛又是另外一个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好，比赛进入到第三局，依旧是崔佑兰的冲球，这场比赛第二度冲球。前一次冲球进了二号球，这一次没球进，母球往后退，没有喜带。有没有球进呢？好像没有球进、哦，看起来是没有球进。嗯哼，好，一号球在母球旁边，确定没有球进，确、定没有球进，这非常少见的啊、哦。嗯，而且母球退的太多了，差点洗带。这一号球如果过来真的撞一下，就变犯规了。我两颗球太靠近了，让这个吉比啊，杜西达不好出杆。如果说你要进攻右上角的话，这个球要打蛮薄的。那仔细看一下，那这次我们在接待他的部分哦，在记者会也有特别请到一位等于是泰国的华侨啊，那也是选手啊、洪仲敏啊、所以他一些规则啦各方面的了解都没有问题。
好，赌斯一侠是跟裁判确认一下，应该是要做 push out 啊。刚刚从他的嘴型判断，不是他应该不是 push out， 应该有可能是含延长。因为 push out 的话，他打一号球就不用 push out 了，应该是延长。嗯哼。这球打得稍微厚一点的，没有进。好，不过起码一号球没有马上让陈友兰有进攻的机会了。嗯，做一个吊球，做一个防守。哇，这个球难解喽！要跳球吗？好，杜西塔是两节式的球杆吗？冲吊杆二合一的，哎、嗯。之前我们先来看他这个跳球，我是没有看过他跳球，看他跳球怎么样。后杆抬高，有一点不太习惯的感觉。哦，因为两颗母球跟六号球太近，就他选择用拿筷子的方式，先在旁边试一下感觉。我要把握出杆时间喽。好，好，可能有时间上的一个压力，对，就变成是犯规了。嗯哼，相当漂亮的防守让杜西塔不得已啊、跳球马上就犯规了。哦，他这个球左手腾空，我是认为比较不理想的一个选择。嗯、毕竟可能在跳球上可能练习度还不够啊、嗯，很可惜的一个犯规。好，不过刚刚我听说话中的玄机，刚刚我们球评说还没有看过他跳球，所以其实球评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杜西塔了啦。不是不是。嗯，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其实他来台湾这次能够来参加也是一个故事啊、嗯。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东南亚什么国什么东南亚国协，国协有十一国嘛啊、哦。那他们每两年一次比赛，叫做他们简称为 Sea Game。嗯 ，Sea 是那个海洋，那个 S E A 哦，那个 Sea Game。那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叫做东南亚运动会。但是我们台湾是没有参加，我们不是他们的成员嘛啊、哦，所以我们台湾没有参加。那因为亚洲联盟花式撞球的亚洲联盟的会长是我们涂先生，嗯，所以在花，因为他的三种比赛都有开轮的，有斯诺克，也有花式撞球。那因为我们是亚洲联盟的会长国，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员去担任所谓的花式撞球部分的那个技术委员。嗯、那我刚好去担任这个角色。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我就看到，哎，怎么有一个女生就装扮得蛮特别，很漂亮。就是杜西塔，那我就很好奇，也没有看过这号人物。那因为我跟他们泰国的教练还蛮熟的，我就问他这个情况啊。我说，如果有机会，我们安利杯啊、哦，那可不可以邀请他来？你们因为泰国以前打过户外赛，也打没有打进来。对对对。然后说那可不可以请他来？因为也是大家一个交流。他说好啊，但是要跟他敲档期。哦。我说为什么要敲档期？我说哇、哦，这个选手很大牌，要敲档期也不是。你说如果说是金佳颖车友兰或 Edison Fisher 来敲档，如果是撞坛赫赫有名，哎，那、哦、我说奇怪，会敲档期，我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说 Simon， 他我英文名字叫 Simon， 他说 Simon 你知道吗？他在我们泰国是 very famous 的，曾经红极一时的超级巨星。我说哦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一些闲话家常聊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把他的照片啊、哦、拍回来，也拜现在的这个智慧型手机之赐啦、哦、我们这样拍马上就回传给回来台湾我们协会、啊、还有一些朋友媒体朋友私底下这样看，他说、哦、这个确实是蛮有明星架势、嗯、那很多人也上网去查嘛，嗯，就查他的一些资料，还真的是知道，才恍然，就不是恍然大悟，我就很惊讶说哦，还真的是一个泰国可以说家喻户晓的、哦、真的是明星、明星，嗯，然后后来他刚好他也觉得说没有关系，我去当肉垫没关系。他也喜欢撞球，他说好，那有这个机会他就来了，嗯嗯，他刚好就成型了这样子。好，当然这也变成是今年2012安利支援杯的新朋友，同时也变成是另外一个美丽焦点了。嗯哼。好，至于陈友兰跟 GB Dusita 的比赛，目前来到第三局，也还持续进行。刚刚
就已经在一号球连续做两次防守了、嗯、第二次的防守变成是杜西塔留下呛子，对，继续进攻，现在来到五号球，那第二次的这个吊球杜西塔是有解到啊，但是留下了呛子、嗯、所以刚刚那些一些片头我们可以看到 POST 真的很会摆，对啊，但是他的扣接假崩哎，他的专业，真的是专业。伊不是亚球直接假崩哎了哈，这个所以卡梅拉前面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话说回来，他刚刚那个跳球犯规，有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情况？你叫我前面怎么摆 pose， 甚至演戏啊，演哭戏搞不好两秒就掉眼泪，但是打球搞不好真的会紧张哦。因为感觉刚要跳球前那个架杆感觉蛮陌生的了哦，不稳，对啊、哦，有可能是会紧张造成他有些 SOP 该有的一些动作产生一个 miss 了啊、哦。不过我相信在现场的泰国朋友或者在电视机前面泰国朋友，应该也不是要看他的球技发挥，而是说看到他就觉得有亲切感啊、哦嗯，甚至说不定有些人是把他视为这个所谓的梦中情人都有可能啊。哦好，不过以撞球台边目前为止啊，自由兰的表现的确是略胜不止一筹啊、嗯、这个九号球准备拿下来了，九号球进 End of play。 第三局的比赛，自由兰在利用防守换得了进攻主动权，目前连下三成，比数来到3-0。台电视网为各位送上2012年安利智源杯世界女子花式撞球公开赛，场上是第一天赛程主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由来自韩国的车友兰对上的是来自泰国的选手 Dusita Achichacha， 目前是3-0，车友兰领先的状况，这场比赛个人第三度冲球。前一次冲球是没有球进，这一次有稍微加压，第一时间有球进，连接球现在看看一号的位置还不错，一号球可以进攻底带，第一时间铁球是六号球，好，回头再看一下二号球，刚好在哦，如果以过去三角框来定位的话是在顶点部分了、啊、所以也还应该蛮容易做球的，嗯哼，大概下低杆母球自动的往右走一点点就可以了，他在拉，有信心啊、嗯、因为这个球如果拉得太好的话，有时候不小心太直线的往七号球整颗跑的话，也可能拉成自掉、嗯、但是可能那角度已经没有自掉的一个危险性，所以他就尽情的啊放松的做一个拉杆的表现。那我们看到金建他身上有背一个 logo 啊，那是一个我们台商啊，也是撞球用品的非常知名的台商，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台湾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实力来讲撞球王国，我们还是这个撞球生产跟买卖的王国，只要跟撞球相关我们都是王了。 对没错，包括我们的教练外销、啊、对，哎，也是。好，三号球右边中带推杆一颗星啊、嗯、应该是这样子，好球，不要很直，其他做球都很方便的，好，做到贴上方的颗星应该没有问题，直逼杜西塔只能再观望一下啦，对，当然他要来之前他一定会做一个功课嘛、嗯、这个喜欢打撞球都知道现在的球星啊某某人啊、哦、他知道的他来啊、哦、他是希望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外，再来就是说能够参与这个盛事啊、嗯哦、所以他排开了他一些档期啊、哦、特别来，而且还提早来啊、哦、台面上剩三颗球，球篮有机会挑战这场比赛个人第二度 clean table。 嗯，好，简单一颗星二分法刚刚好打进母球，可以往左下角走啊、这两个方式，一个直接下低杆一颗星，一个可以抓比较
自然的角度推杆抓到将大概两颗星啊，这个球应该看这个就很明显的很好处理这个球。好，九号球底带，水游兰准备拿下过半的第四局。九号球，所以打进。这就是比赛，秋兰在冲球有球进之后，又是顺顺利利清光台面，目前比数来到4-0了。秋兰今天在稍早的比赛当中，虽然碰到一些乱流啊，但从面对伊朗的选手伊扎迪开始，就整个好像胜场开张之后，整个人也稳定下来。嗯哼，因为这场比赛啊，应该说第一天的赛事啊，他第一场在主桌就碰上了我们台湾的好手谭可云，那场比赛状况其实真的蛮多的，最后是强尾局反而是以6-7输球。我接下来状况就不同了，先面对伊朗的选手拿下了7-0的完封，那现在又是4-0领先组 C 打。算一算。从崔佑兰第一次来打安利杯，大概已经是大概3-4年前的事了。他当时大概是20出头，对，现在的崔佑兰已经刚好过一半，刚好在一半，30跟20的中间。那这个如果要看他年次啊，还是1987年的，1987，对对对，今年刚好2012嘛，嗯哼。那刚刚其实明贤在一开始有让观众来猜一下两位选手差几岁啊？好，现在看看刚刚就是第五局秋兰的冲球。嗯哼，秋兰在这场比赛已经第二次冲球没进了。对，他有可能是角度的关系，他力量，他因为他选择一个比较控制母球的力量冲球，有可能差一点就没有铁球了。好，我们看杜西塔。一号球空心，这是他今天的第一颗进球，母球往中带去，洗澡，哎呀！这个球很可惜。嗯，他可能想法就是说要去拉杆左塞，但是他这个球，他的想法应该没有要碰到这个3-5这个地方，他是要走一个 N 字形来做一个二号球的长距离保球。不准度是还可以了啊，只是母球比较没有那么好啊。不过这边自由球给崔佑兰机会了。嗯。回头先看一下其他的球型。三号球可以单独进，因为刚刚被杜西达这个三号球稍微3-5带开啊。那他是看一下这个七号球怎么闪啊，母球是要走一个顺推三颗星，角度稍微抓小一点啊，才不会去撞到上面的七号球。这组球看起来没有特别困难的。四号球右下角。那四号球刚做的一个二分法来讲的话，打进四号球母球会往右边碰一颗星。那这个球应该也不难了啊，你细腻度拿捏好的话，这个看是要做五号球啊，下左塞旋转度刚好碰这里就转一下出去，哎呦，或者另外我们讲五号球做底带，就没打进，留下一个长距离，哎，好，杜西塔有机会上来喽，再看一次，这以车友来说算是失误啊，因为难度对来说不算高啊。那我们看杜西塔可不可以好好的发挥出来啊，打进看能不能 clean 掉这几颗球啊。四号球没问题，其实准度他有啊，那我觉得因为他毕竟在撞球领域啊接触时间真正开始学球啊也没多长，而且他还有时候要打一下斯诺克，因为他的师父斯诺克泰国有斯诺克比赛蛮多的，那花球当然是他也会接触，那在安利一支援这种是最高殿堂的实力啊、哦！哎，好球，好球，不要洗带，拉得稍微不够犀利。这个球如果拉犀利的话啊、哦，还可以比较靠近一点，
这个上方的底带的话，这个母球的角度，现在六号球不会那么难打。他刚刚是拉就这样子到这里，对不对？直来直他刚刚如果说拉到有点转弯，现在在这里虽然远，但是角度比较好。那现在这个球不好打，尤其六号球是贴颗心，这球他如果要进攻，我觉得难度很高哦，而且你还要跑回到母球洗带的危险性。六号球哦，不错哦，但是母球，刚刚就讲所说，哎呀，这一局第二次洗澡了。对，所以准度真的是有一定的水准。他准度有哎、欸，他准度有哎、欸，而且你说做球的概念也是有，只是说这个球哦，他太有自信，认为说这个球可以刚好闪中带、嗯。好，剩下七号跟九号球篮要拿下个人第五局。我这可能都是有的时候太长，打车斯诺克选手的一些状况，他可能在推杆跟拉杆上哦相当失意，但整个。击球点上的控制就没有花式选手这么好了。对，但是我们看这个准度是有的哦。嗯，哦，米奇公，米奇公完全不想排。好，第五局的九号球，最后又让车佑兰收下来了。第五局车佑兰是把握对手在六号球的犯规，取得自由球的机会，接手青光台面，目前是5-0，车佑兰还是维持大幅的领先。杜西塔就相当可惜了，但他因为平常就打斯诺克，所以杜西塔他最喜欢的撞球选手，当然这次因为要来安利杯、安利支援杯，所以他当然包含像金加。马上回到主桌来关心车佑兰跟杜西塔的交手。嗯，杜西塔怎么做回去了？而这不是车佑兰的冲球局吗？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在这一局冲球，车佑兰虽然是有球进，但一号球选择做防守。结果杜西塔上来一号球，最后又是洗澡了。这是他今天这场比赛第三次母球洗澡了。对，而且应该这么讲了、啊。其实刚才广告的时候跟明显也聊到啊、哦，就是说，其实斯诺克选手有时候对这个花式的一个路线啊、哦，就绝对比你不熟嘛、哦。对，就像好像我们花式选手去打斯诺克，我们偶尔会准，但是你就叫我们跑颗星又怪怪的，而且斯诺克你又不能下塞太多。而且光是花式球桌跟斯诺克球桌，如果传统15颗，那个大小空间感又不一样、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球的大小也不一样。对。好，这一来一往，现在车佑兰有机会把台面上剩下6颗紫球扫光之后先停牌。六号球右上角。下面左右塞横台2颗星，哦，这个球打太厚了，不过还好，最后还是进。哇，场边相信杜西塔的粉丝，不能纯粹讲球迷，要讲粉丝，粉丝、因为真的很多、当然，这是安利杯哦，甚至现在安利支援杯所有选手的惯例，就是他们一定从赛事的。前期到比赛结束才会离开，所以就算在比赛后两天杜西塔没有闯进到决赛日，他都一样会在这边包含欣赏球技，包含跟球迷做互动、所以相信到时候在进入到周末的赛程，哇，整个比赛会场应该是更热闹，而且他亲和力非常好啊、那个包括在去拍一些片头的时候我来一些工作人员都有特别提到，哎，感觉他真的是蛮好相处的啊、七号球，左下角底带，车佑兰，没问题。九号球右下角，好，中长距离啊、在他这个5-0很轻松的心情之下，这个球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啊。九号球。哎呀，问题不大，但就还是有一点点哦会出问题的机会。哦，那对杜西塔来讲的话，哎呦，在这场比赛看能不能打进这一球，哎，突破一个零、哦。哎呦，这应该是这几位看起来应该是我们的泰国的朋友啊。好，杜西塔，我建议他这个球力量不要太大，你万一不准的话，至少还可以插板。哦，不要用斯诺克的盾杆太用力了啊。
哎呦，用力顿啊！哇，这有准度的呢。好，顺利打进了九号球，同时拿下个人第一局，这一局同时也是杜西塔在安利益智园杯的第一局啊，因为他前一场比赛是被玩疯的。那是不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车友兰啊？谢谢，让他有个机会啊，表现一下他的准度。哎，刚那个球很用力耶。对对对，这我们正常，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常带队或者是集训，如果选手这个球这么用力的话，下来一定被我们骂。但是他是斯诺克出身，这很明显，我们从他动作，包括这颗球出杆的味道，对对不对？刚那一球有火箭的感觉，果然像他偶像 Ronnie O'Sullivan。好，我们来看，就是这个球了。其实连站姿都还比较倾向斯诺克站姿，对，哦，这标准的斯诺克啊，出杆的那种钝杆的味道很明显啊。嗯，好，杜西塔也拿下个人在参加安利益智园杯的第一局之后，要进入这场比赛个人第二度的冲球。我刚又稍微算了一下。Stop break. One five.车优兰是属这样算是属兔的，嗯哼，那杜西塔属龙的，啊，今年是本命年，嗯，那两个人应该不是只差这一个顺位而已啦，啊，不是他小他一岁了，对，球迷朋友自己来算一算，杜西塔现年啊，这个已经36岁，对 对, 对。如果大家听到我讲他36岁，你再看他的整个外形啊，整个外形啊。其实去年的时候，因为我要搜寻他的，就不是说搜寻了，就是说把他资料跟照片传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当然会问他的年龄嘛，哦，他跟我讲 certified， 我心想会不会 是听错，英文不是我们两个的母语嘛，那我再问他一次，他还讲跟我讲 certified， 那我就用手写是 certified， 他点头，我就心里吓了一跳，嗯，我心想是我没听错还是他没写错。好，连接球一号球，哎呀，可惜，这一号球差了一点点啊，这一号球打进二号球坐的位置还不错，嗯，哦，这个球是一个背娃娃，所以造成他出杆的一个不舒服，留下一个中长距离的呛子给了车友兰，接近直球，所以直接拉回来，下低杆，球来直接拉。哦，这个蹲拉表现得非常好，嗯，你看打中之后母球这样往缓缓地退回来啊，哦，达到他要的一个角度，这个球可以走一个横台下左塞。二号球，左侧底带，没有问题。母球在横移之后做到三号球右下角底带。嗯哼。好，也跟各位报告最新即时的战况。同样在 G 组部分，刚刚我们所关心 Jenny 跟谭和云的交手，最后还是 Jenny 把这个听牌局啊，终于是拿下来，最后是惊险的击败了谭和云。那 Jenny 在今天的赛程到目前为止也是拿到第二胜了。哦，那这样表示 Jenny 的这个实力跟境况是相当的不错，嗯，尤其谭和云呢，你要赢他哦，这你没有两把刷子的话是不行的。对，你没有一些实力的展现或者是压力给对手的话，谭和云你要赢他是很难的。嗯，所以换句话说 ，Jenny 啊，这个好几年没来打我们的安利杯了，就在第一天的预赛里面也表现相当的不错。那我相信这个 Jenny 的这个球迷朋友其实是真的很多，大家可能刚刚跟台湾选手打的时候，这个现场就会有人煎熬了，嗯，到底是我要爱国还是爱坚韧力了。我想你不管爱国还是爱坚韧力啊，我觉得爱撞球就好了啦，对啊，哦，而且你不爱他好像很难，因为坚韧力真的人很好啊，在现场任何的要求合照啊，甚至有时候突如其来你要求他签名，他都会很乐意的回应你了。我应该说认识他十几年来，在国内外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所，我没有看他面露难色或者是不耐烦，嗯，十几年了，不简单了，嗯，我讲说球场上球场外，对，私底下从来 never，嗯，这一点是我认为我非常钦佩他的地方。好，台面上在车优兰跟杜西塔的比赛，第七局还剩下两颗球，现在剩九号了。
他刚六做七啊、哦，六做的比较不理想。七号球距离远，而且是角度哦，便没办法很自然的做九号球，他只能做一个方便架杆九号球，选择左边中带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球看他自己啦，这两个杆法，一个是下低杆有点拉杆的味道，另外一个就是顺杆往前送啊、哦，都是要避开左下角底带。好，我们来看他选择顺杆，然后九号球嘞准度怎么样 ？OK。And a break， 九号球顺利拿下。在这局的比赛里面，邱佑兰把握杜斯塔在一号球的失误之后接手青光台面，目前6-1，邱佑兰抢先停牌。华电视网在桃园南崁台贸购物中心为各位送上2012年安利益智园杯世界女子花式撞球公开赛。今天是赛程的第一天，当然在整个四天的赛程当中，有任何安利智园杯的相关的新闻啊，甚至是很多场边场内外的花絮跟照片，好，欢迎各位都可以上安利智园杯的脸书以及雅虎奇摩运动的专栏，都可以掌握最新的安利益智园杯的相关消息。陈友兰跟杜斯塔的交手已经进入到陈友兰这场比赛最后一次冲球了，冲球有球进，不过这一次母球跟一号球中间挡了一个八号球。嗯哼，那正常来讲应该也是打一个不许啊。我觉得陈友兰这次在前面这几场比赛看到他的开球是开得不错，母球控制很好，绝对是有经过之前的一些练习和充分的准备在开球部分。嗯，啊，不过这球没有办法了，已经喊了一个 push， 跟裁判林耀兴啊来讲喊 push， 然后做了一个2-4的一个小组合了。那一号球看得到右半边，我想杜斯塔没有拿球杆来，应该正常他不会选择来出杆的啊。哎呦，哦，回去应该是看这动作在拿球杆呢，没错。哦，是刚好可以打这个球，我不建议打哎，你打第一个，万一打不准，会碰到前面的八号，嗯，那你防守也不好防。我想他要拿球杆，应该是要进攻了。那而且你打进还要做2-4碰，不要被八号球影响。打整颗，整颗打到偏左侧还有近带的角度啦。没有，他做防守，哦、他做防守。哦，不过运气好像也还不错哦，看看八号球有没有挡到？没有挡到。他这个球打太厚了，他如果打薄一点，母球往下走啊、哦，会比较远一点。所以他刚那个球的防守概念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说我觉得太远了啊、不好打。其实说不定让球友来处理也会变成这样的结果，所以其实刚球评也有建议，可以放弃掉那一次的出杆机会了。现在变成2-4，哇，这个组合球还是有办法单独进攻吗？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前一球在 push out 之前，邱佑兰就刻意把四号球大概挡住半个洞口了。那单独进攻的话，有可能就是母球打二号球稍微厚一点，让二号球往右边偏右。嗯哼，那我想2-4碰可能会比较合理。偏右这样 lucky 进去，哇！他两次的撞击进去，那这个球我们就不得而知，他到底是要进二号还是进四号？因为他打中了这个，刚好不偏不倚，差不多敲到半颗的四号，这个球完全是 lucky 啊！第二次的碰撞才进的。他也有跟这个杜斯塔挥手致意一下，拍谁了啊、哦？好，三号球左下角。台面上剩下6颗球，陈友兰就可以拿下在小组预赛个人的第二场胜利。四号球。好。空心点一下，六号球短距离呛死，我剩下的球型对陈友兰来说应该都不难了啦，只要不要再一次出现他像在第6局这样的九号球失误，可能这场比赛在这一局
第八局可能要画上句点。这个球看是要定杆、小拉，甚至推都可以，三个方式。第三个方式是要做左边中带。嗯哼。好，简单的三颗星。好，一颗星、两颗星，到第三颗星左右附近，碰不碰都已经无所谓了啊。这是一个九号球的直球。End of play。然后全胜利打进，这场比赛在这里也结束了。最后，车兰是以7-1击败了杜斯塔，在预赛的第一天当中是顺利收下个人的第二场胜利。